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Rebecca， 欢迎来到我的餐桌。又到了浪漫樱花盛开的季节，随着天气的变化，四处的樱花渐渐盛开，洁白、绯红、粉嫩樱花交织错落，好想把这么美的景色停留在这一瞬间，所以我把樱花做成一道甜点，停留在最美的那一刻。做这道甜点的时候，我好喜欢樱花在水中散开花瓣的模样，看起来姿态优雅。我拌入一些蔓越莓干，吃起来酸甜爽口。你们也和我一起来尝粉红佳人的浪漫约会吧。
如果我的影片对您有帮助，请您不吝啬地帮我按个赞。你们的鼓励是我创作影片最大的动力。如有订阅，也请您记得开启小铃铛。
每周会有两部新的影片，你们将会在第一时间收到我诚心诚意为你们准备好的热腾腾的菜肴。我们下次再见喽。